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！托管得了，这破牌还出呢，出个屁！我上俩六一个三儿，我还出呢。这些小裁缝，跟他打啊！好了，卡呀，卡了，兄弟们，嗯，卡了，我把这边。那边退了就应该就不卡了，这回不卡了吧？好没好？感谢抽奖机器，谢谢抽奖机器的麻辣烫，祝老板中奖啊！他马上要死，等他补车的时候扣他一下。我的血薛威是有点少啊，薛威是有点少，不过我们等级很高。A 一下，假装打不过他，其实不严。这波有小饼干，再推一波吧，再推一波正好钱够了。40块钱怎么办？等一会儿，够不够？此地不宜久留。正好我们回来，兵线到了，像不像？俺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。哎呦啊，这小兵补的！你感觉瑞文不怂能换，换不了，他没有技能，他只有平 A， 他换不了我。既来之则安之。你感觉能换，那是因为他把我的血呀打得差不多，感觉摸一下就能摸得死我，但是他摸不出来那一下， A 不出来。他根本他就让你们看看这瑞文如果没有技能到底是多拉啊！让你看看啊，让你看看这英雄没技能到底是多垃圾！好，三段 Q， 踩我，打我。A 点烟兔一接 RW 走，打不死，没有技能。那技能英雄，
没技能只有平 A 根本就没有伤害。把这个卖了，来一个耀光。他们家打野谁呀？瞒着，瞒着来没用，瞒着来，看看不到人啊。瞒着正在跟我们家梦眼纠缠呢。呀，他怎么跑我们家野区去了呢？这一血塔你不要了？这是闲的，跑野区去了，闲的都没边儿了。他还没有大了这波。我们把一血塔拿了，顺便把人杀了，在这儿等。虾银诛心一波，让小兵过来，哎，让我们家小兵打对面的小兵，这样一血塔应该不会掉吧？哎，一血塔不会掉。然后呢，把兵线控在他们家塔前，这样呢，我们家小兵就会都被对面的这些小兵。把这个给卡住，然后被塔给砸死啊，然后兵线进不了塔，他就一直吃不到这些兵，塔也不爆，就恶心他。你回来我就把塔拆了，你不回来你就吃不着兵，看你怎么办，怎么办？去修炼个几年再来招俺。无解了呀，爆了。我吃到塔皮塔一血塔的钱呗，吃没吃着？加了多少钱？我看一下啊。啊，吃着了，500来块呢。吃，反正有没有大呀？怎么没吃着？这瞪眼说瞎话！刚才1300多块钱，突然变成1800了，跟我说没吃着。反正一看这就是没大。呀呀呀呀呀！谁的传送啊？绿文的传送。这蓝枪过来怎么办？我们赶紧往左边走啊！蓝枪来了，蓝枪过来接我们来了，打个眼。俺的取经之路刚刚开始。假装往左边走了，其实是往右边走了。来。来个人啊！荡夫二连，可恶啊！下路去中路呢，去中路吧。
弄路来，别怕，我来了。600呀！哎呀，上路的兵有点多呀，我先去上路收一波啊！收完上路的兵，然后我们来中路去把傻逼全吃了。先把蓝枪收了，再把塔皮吃了，一分钟之内吧。一分钟之内把他五层塔皮全给他吃了。人薛飞是有点多呀，这哎，这是啥呀，这是，这不对呀，这艾克，这艾克点烟啊，没，不是艾克的点烟，是别人的点烟。我不是让人头，我不想扛塔，我先最后一下我别扛塔了，啥玩意儿，我以为是艾克的点烟呢，我寻思艾克刚才把拉克斯点烟，他应该死了，我应该也不用扛塔了，结果整了一个别人的点烟。怎么的，你们家为啥在这打小龙啊？为啥呀？为啥给个解释啊，这没有因为啥就打小龙吗？谁呀，谁搁这呢，这瞒着怎么的呢，看了啥瞒着吧。哎，这双 buff 不是我的，有点烦。哎呀，打小龙，我搁这还敢打小龙？能在这地方开门呢？抢炮车是不是？把下路拆了。哎呀，救不起来了，你把他杀了。这个时候就应该往右边 Q A 一下，触发耀光，知道吧？这小黄毛的明显的就玩的这就不对，学到没？学没学到反向扣触发耀光接平 A？ 如果你前面有小兵的话，你就可以这样玩。这拉克斯就死了，这就是不够细节。Q 带耀光特效，
对呀 ，Q 带妖光特效啊！你不明白啥意思吗？你应该明白，据我的推断，你应该明白。比如说放个 Q， 然后这顶上会有个耀光，这种情这种样子的，你应该明白。说为什么嚣张？你都等我死了你才出来，你能不能出来的快一点？哎，不行，不能这么冲塔了，这么冲塔感觉不合适。赶紧做个死亡之舞，我喝口奶。对文起来了，对文233，他就是个笑话，还起来了呢。也不来，放心吧。他一共补了58个刀，我补了160个刀，他上哪起来去？他只能逃跑，明白吗？好彩，控制你一秒。给你个炮车，哎，拉克斯，好几回了，都是他。好几回了，你逮到谁了？那宝石看出来了，宝石看出来了，我们比较猛，开始跟我一直走了。能遇到吗？你咋不给我 W 呢，兄弟？虽然你们看人头比可能是没差几个，也就差5个吧，但对面跟我们家经济至少能差了能有5000，老5000。塔是一方面，我们补刀也是一方面。下路吧。没差多少个人头，但是对面就是打不过，刀差太多了。我在这儿，不要我回，这不要我回家，不要我回家啊！太嚣张了，不要我回家。为什么不让我回家？太讨人厌了，这本来我是想回家的，突然之间不让我回家。待会儿斗地主，塞牙了。